那这个梦幻西游手游全新懒人玩法，一单能赚35，小白一步数据可以操作，日入3000，非常简单。啊，大家都听说过抖音游戏发行人计划，但是一般做视频的收益都低得离谱。今天给带来的项目是梦幻西游啊，手游全新玩法。这个项目不需要花冤枉钱，也是作者自己实操过的，只要跟着操作都能够单个视频变现3000以上，通过第三方合规渠道去变现赚取差价，月入过万很轻松，一步手机就能操作。课程包括项目介绍与前期准备，实操视频的制作以及放贷变现的教程，还有实操中的注意事项都有提供。累计收入今日投资单增收入几百块钱啊，没有任何外企。这是下载之后整套教程视频比较大，100多兆啊，讲得非常清楚。还有项目需要的资料，这项目都有，对标账号，短视频去寻的工具啊，这些赚钱的这个第三方合规平台，入驻流程、提现方式、收益图全部都有啊。如果需要本堂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个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梦幻西游手游，就可以下载本堂教程了。